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，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再来讲解佛像、安神、佛名、金身等等的问题。再三的强调，一切佛名皆是法，故名佛法；一切神名，神的名，也都是法，故名道法。在我们仙佛寺爱心团。有一位同修弟子呢，原来他也在各种的道场里面修行了一段时间，后来一年呢跟我结缘了，他上课上了5-6年，爱心团呢我就派他出去帮人看一些家庭的风水问题，有一天呢，经过某一个地方，刚好是爱心团来申请的。他到楼上去看，看了他的观音菩萨的画像，不是自己画，用印的画像。因为他在最顶楼，在最顶楼呢，阳光很强，所以佛像呢，这个佛像呢，都褪色了。他一口。咬定，手就指着你家的观世音菩萨不行啊！对神绝对不能这样指，这样指就责备的责，责备神，责备佛，责备所有一切的神、一切众生，人家不行了，嘿，他的主人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不行，没安装。也没有讲什么道理出来，回来了，那天晚上就开始发烧，一直发烧，烧到去种种，烧到39度、40度、41度，他儿子呢，就到台中道场还没盖的时候来问我，哇，完蛋，你爸爸患了口业，你爸爸患了严重口业，护法神将不会放过你。你爸爸，我可能莫可奈何了。我就赶快去问你，问你爸爸你就知道了。回去问他爸爸来。我有啦，我都讲不行啊。害我们同学当时去，一口嘴恁就不行了，观音不行啊，没得了呀。你看这一下，护法神将，他的祖先，我们若是对神。佛不敬的时候，所惩罚、所责备的，不是神佛不慈悲，而是我们的守护神、我们的祖先、我们的护法神，不会放过我们，是这样的。他将这个情形讲了，又告诉我，我说你赶快忏悔。但是呢，因为过去累积下来。他到处修行，到处拜神，到处拜师，对这个对神佛没有办法敬的时候呢，累积到最后一个阶段来，不能再犯错了，开始就没有办法收拾。半个多月就一直发烧，退也退不下来，就往生就死了嘛。发烧退不下来了，所以各位。你看到神佛像，你见恰然尊者，你可意念就恰然尊者，一定有神有佛有圣有仙都存在的啦，他都在的，不是不在，因为心嘛。你看维陀菩萨，你知道维陀菩萨在吗？
你口念吃韦陀菩萨了，还会不在吗？啊，这一点很重要哦，心华在这里一个转念。所以我们到每个人的家里，你看到佛像，人家问的啊，老师啊，我这家的佛菩萨神在不在？一定要说在，你绝对不能说不在。你说不在的话，你就千错万错，因为你不懂佛法，不懂道法，不懂真理的，好吧？既然有名相，心中就相契合。好了，你写哦，地藏王菩萨用字写的，你看地藏王菩萨在吗？一定在。那么我们到人家里佛堂，你一定要合掌先礼敬，礼佛敬法，佛和法你一下就哎先敬。现在很多修灵修的人功高的要死，没有智慧的太多，到人家去，我是什么的呢？废话胡说八道啊、哦！你看到我拜他，我就比他小了啦。废话，敬智慧，敬佛，敬法。我们一个人小小的我，算什么？哦，所以不要说，哎呀，我修什么呢？他比我小，我们还要吃饭，还要大小便呢，还要穿衣服冷暖呢。他已经做神了。法已经成就这个法了，成就神，成就佛，成就法，成就道。那我们还在落了手，他一直成就了，那没你做神红拜功，对不对？你也不都做神给人家拜啊，那我们就要敬嘛，敬法嘛。有修行的我们就是要敬法，不要说哦，我是修什么。现在台湾修灵机不是灵修哦，真正的灵修，从灵性去觉悟。那么修灵修的，台湾的修灵修的，就是基懂。我入和入我，台湾现在修灵修的入我，我的身，哦，我的身呐、啊，啊，让什么神进来？哇，必须委托，就是我就是什么神哦，胡说八道。我要入神。入佛，进入这个法，以法合而为一，才是真正的见境，才是真正的修行的成佛成道，叫破灵。否则，现在很多台湾啊，变成很多神进来了，是让神进来，我身非常殊胜，非常高境界了，但是人没有佛学，没有佛法，没有道法的智慧和知识的时候，变成为我自我共高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。自我共高的时候，你不了解法的真意，而且以自我哇，我是什么神啊？那你一来呢，你就会颠倒梦想，甚至在想我是什么神？你什么神？你不了解法，你什么神？所以各位，当以后你们在世界各地各国，你们会碰到很多有修灵修的人，他来讲他是什么神。第一，我教你们可以破除这个，也不得罪。我说哎呀，你是什么菩萨？而且问你菩萨成道法是经典。哪一部其中哪一段可以指示给我，我依法修行功德无量啊。第二，请问你在什么时代出生的年代？第二，啊，请问你的师父啊传承是哪一位师，当时的什么大师啊？请问当时你成就在哪一个宝刹，在哪一个地方成就？
再来，请问，啊，你因何修道？你去修行修道，而激发你的，让你顿悟了，哪一部经和法？我告诉你，做五点问他的时候，很虔诚的请示他。然后我以后今后该怎么学道，怎么行道，怎么修道，才能正等正觉？嘿，你问他哦。等一下，我无用，我退家了。他已经说他要退嫁了，烂杠。嘿，这里没那里没哈的呀，这都是一些外灵进来，懂吧？这个必须要每个要懂，不然以后你们到在国外世界各国混的是灵机，不是灵修。灵修是我们的灵性的修行，灵机。啊，灵机，还有叫机筒，啊，灵修和机筒不等，不等号哦。好，机筒身。这个完全给啊，鸡童，鸡童也救很多人，真正的鸡童呢，啊，他所开示的就是真理。以后你们要看鸡童来是真神或者假神，很简单，真神来借机的时候，他来开示，开始要问世以前，开始讲道理。讲出法，说法，一定说法呢。有的用七言绝句，有的作诗，怎么样？一直开始，开始就开示，开示谁？开示当下问世的人，当时所有他的部下，开示我们问世的人的历代祖先九贤七祖，开示我们哈、啊、当下周围的当地的无始男女孤魂。开示一定有十几分钟，他讲得到就是开示，就说法。开示完了，他讲才讲出你们今天要问的事情，好吧？这是正确的正神。正神来，那正神的叫基动基心正，好正基心，我们叫做基心，基身的基同一样正。若是来呢，你们问啥哦？开始来了，黑龙不是正神来，不是正基正神来。因为我小时候，好，我家里常常因为以前也没人卜卦嘛，什么都很不平安啊。好，有时候我们会请玄天上帝，好来到我家里，一次要去六七天的晚上，三更半夜，神不来就不来，啊不来呢，我们的鸡心呢晚上就趴在桌子上睡，睡到三四点了不来了，神不来了就没有了。第二天啊，在大家很虔诚的一直等，现在一直等候。啊，真神来的时候，啊，他起来了，先见上帝，他已经拿了宝剑，宝剑呢，为证明他是正神，来就开始了，啊，就用我的剑呢，舌头啪成灰灰，用那个血在纸上画符，画符就开示，给灵魂界的朋友画掉安顿。就是结界，就是佛教所讲的叫结界。画了三张符、四张符、七张符，哦，那边烧一遍，那烧一遍，烧一遍，就开始烧下去，
是结界，而其他的一些灵界文不会进来，好，这一些不合理的或是一些脱序的行为，就结界。然后开始来呢，就开示，就讲了将近20分钟，一直在唱歌啦，所唱的过七言绝句，以前我小孩不懂，感觉很好听，这个不会讲话啊，不懂不识字的啊，机身呢，为什么他会开口七言绝句讲得那么好？很奇怪，那是真神降真神来，机心。但是现在来呢，好，这个比较少，还是很多啦。啊，一些呢，啊，现在修灵修了，啊，修灵修了是修灵机啊，就修做灵机了很多。真正修灵机的，他能够知道很多事情是很合理。但是现在真正修灵修的、修灵机的，不是啊，很正确了。这造成一个共高，因为宗教现在百万教齐发，万教齐发呢，大家希望都是能够受尊重，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哎给大众哦，我尊敬我是什么大师啊，我是什么佛啦，我什么菩萨啦，都有这一些社会现象都有，因为我这里看太多了，啊，所以很多修灵修他们的心态我很清楚。因为过去我有一段有这个经验，好，现在想一想，开始在学修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啊，自己感觉很忏悔，啊，后来才发现不是，从经典里面要去了解经忏，老祖开示说，前一段时间让你知道灵修灵机的道理，那么现在来你要往经忏，往文化，往道统，往智慧，啊，往的。古德圣贤他们所开示的去了解，啊，那我就按照这个方式啊，再想一想，米娜所说的过去我很多不懂了，啊，现在看大家也跟着我后面在走路，我把家里干嘛做欢喜，我不会笑他们，我告诉你们怎么走才对，但是呢，会有魔障，一些灵修的灵机的朋友。我要他们看经，他们说别在那看经，经不能看。哦，达这个达摩西来一字无啊，他是渐渐达摩就拿摩，达摩不是人呢，是法耶。西来一字无，是我们的心呢。那么结果很多修灵修的朋友们忘了，忘了。就认为说不要读经典，千错万错，所以要他们读经典，一直的排斥，认为经典不可以，经典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，那个是各位的魔障，啊，各位的障碍，那个不是真正神佛菩萨正神正灵，而是你的一些业障，灵魂界的一些朋友们，有的也叫冤亲债主们。让你们要再受苦，让你们再造更多的烦恼的业，啊，烦恼的苦因，啊，所以让你说，哎呀，经典不能读了，怎么样？那告诉各位，要让很多人内在这些外灵的进来，不是真正有修为的外灵进来，要让他们出去，最好的方法叫他念经。一念经里面就站不住不掉，一念经任何一部经也好，咒也好，佛也好，或是这个短短的心经也好，叫他一直诵这个经，诵这个经，或者拜忏诵经，那么他在身边的一些外灵们，他们听到这个经呢，他们也是在思想意识界生与闻的境界心中啊，就一直会忏悔。那么练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们就不会进入到你的身上来，他们也跟着同时正道，同时悟道，是这样啊。
所以你们碰到有一些啊灵修的，到最后呢，啊都呢讲个满天钻砂片呢，满天星星亮晶晶的这一些呢，你们可以拿最简单的经心经给他念，叫他念，你这样念都好，你会好人神两立，哎，念念念念念，那么里面的体质里面的细胞放出光，那么在这个你们周围的灵魂界的朋友，灵魂界的守护神们，你们听到这个经文啊，那也是可以同时悟到，就同登彼岸啊，正等正觉，觉悟到圣神以前留下来佛所开示的经文里面的内涵哦。所以各位啊，好，我们未来你们在世界上好多好多，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了，也会一样会碰到了。那么他是天主教基督教呢，你叫他认真每天念圣经啊，任何圣经一段呢叫他要念，一念的时候啊，他们就会开发内在的本能，将一些偏差的自我执着啊，自我啊障碍啊，自我共高，这些坏思想呢，你就会放掉，会谦虚下来了，那才是真正的人神合一，天人合一的啦。所以我们众人要依法，不要依人。在这里好，鼓励各位同修呢，我们还是要依法去修，好，不要灵修呢是陶冶心灵，好，提升，让自己心灵很安，心安灵则安也啊！啊，这个我们现在当今末法时期，很多很多这种修行方法，结果一错再错，一错啊就走错路，好，一偏差，你周围的人跟着烦恼，家里跟着烦恼，然后最后来呢，我们会造口业，一造口业就对神佛不离不敬，所以佛呢啊，或者神呐、啊，这方面的智慧啊，可能下午还要讲一两个人一两节啊，因为这个问题会造成社会的问题太多了，所以我不得不将这几年来所碰到的、所看到的这一些呢，如何把它啊化为无形。啊，如何跨过这一条烦恼的生死大河？啊，如何跨过这个障碍？让我们大家同登啊极乐净土的彼岸。啊，这个也是风水学，也是易经学，也是道统，也是一以贯之。因为真理无量劫来，真理就是真理。但是在真理的过程，要了解真理的过程，我们难免常常会碰到很多各种的障碍和考验。好，我们早上的课程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